相关证据我会提交给法院的，视频很全，从起因到结果一清二楚。如果闹到法院，结果会怎样，姚律师应该很清楚吧。所以你们的无理索赔我们坚决不认同。我们可以适当调整索赔，但您的当事人给我们的当事人造成了伤害是事实，所以我们也有权利追究到底。那我们也会保留追诉的权利。今天约你们见面，我并不是来施压的，我是真心希望能与你们和解。造成今天的局面并不是因为你们记恨谁，而是在冲动之下造成的意外。我理解你们的心情，因为我曾经也是一名病患家属。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现在从事的工作会站在另一个角度看待医生这个职业。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们，没有任何一个医生会放弃一条生命。直到现在院方还在尽力抢救你们的家人，我也希望你们可以冷静下来看看医生的努力，在鉴定结果出来之前能给予他们最起码的尊重。真没问题了。嗯，骨科赵医生还特意交代个注意事项，适当锻炼手部，避免提重物，避免剧烈运动。没了。嗯，哦，还有一句，祝早日康复。不重要的话别说。老大，我表姐病好了，你怎么看着好像有点不开心啊？是吗？你要不要我再骨折一次？这我怎么舍得？所以今天还拆吗？拆。那谁拆啊？你们要是都忙的话，我来动手吧。哎，你慢点，轻点儿。不是已经好了吗？你慢点，慢点。轻轻轻轻轻。谢谢表姐，表姐夫，我先走一步。干嘛去？你还给我。你要干什么？又不是你的。从我手上拆下来，也不是你的。再说了，你要他干嘛？为医院的繁荣稳定做贡献。哎呀，这孩子的脑子好像越来越不正常。他这个病容易治。签名，你们怎么早不来晚不来？是算好我时间故意的吗？你拿走我的石膏就是为了到处炫耀温少卿的签名？不是炫耀，是拍卖。老大的周边在群里火爆到炸，很多人出高价的。你倒是很有商业头脑。那是，谁让我是个奇才呢？仲真，你的手机用的不是九宫格吗？是啊。怎么了？那你不知道奇才跟哪一个词是同一种打法？你不是请了半天假吗？给我走。